Hello， 宝宝们，要孩子期间不能吃辣的，但是我为了解解馋，给你们拍个视频，还得吃一点。这个红薯粉的话，一箱六桶啊，这一桶被我老公朋友吃了，购物车直接拍，这是红薯粉钱，有没有人吃过？吃过的话，给我公屏来两个字，好吃。红薯粉可以看一下，宝宝们啊，原价是29.9一箱，现在是24.9一箱六桶，宝宝们啊，六桶，想吃的话，视频购物车直接拍都可以啊，越泡越多。太香了，妈呀，红薯粉，小王这直接拍都可以了啊。对，一箱六的宝宝们啊，买衣服好不好看，宝宝们？赶紧拍宝宝们啊，能拍不到就发货，拍不了就不发货，宝贝儿啊，赶紧拍吧。